搭配，我推的。你看，你看，霸气霸气，交给你了 ，DJ。OK。妈妈！快快快！啊，保护！哎，我们在被关起来了啊！是不是要弄旁边的东西啊？真的有电啊！你说明危险，这次是真的电哦。当时我们被笼子困起来，那个闪电之打，当时说实话我是害怕的，因为这个是真的害怕的，有点超大制作的那种感觉，啊，是挺酷的。这个道具，不好有电的，快点看看我要试试。我以为是那个灯光效果，但是节目组告诉我是真的电，然后我看见那么大电流来电我们的时候，我非常非常开心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受到惊吓，但是同时又非常欣喜。玩的这么猛，我想回海边。好玩，好玩，往上，往上，往上。还是向往的生活，是不是？我们那里最多就动动嘴皮子。您在害怕的时候动动嘴皮子，比平时多多好几倍。对对对，刚才你很能说。他很能说。没想到。太害怕了。那我们要怎么出去呢？好问题。哎，这儿，特殊工具打造。远离高温，以防脆化折断。所以高温可以把它脆化折断。How to 高温啊？用我们的热情，就是我的热情，好像一把火，燃烧亮整个翠翠翠。这是什么东西？燃烧亮整个沙漠。哎啊啊！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他们肯定是把所有的灯聚到一起，然后汇在一个点上，然后把它烧热。就这里这个锁，知道这个锁。对对对，交给你了 ，DJ。OK。打到这个锁。这里往回转，哥。陈伟霆真的是啊，甭管出多大事儿，他就一直专心工作。好，可以可以。到了，好，全都推开。应该是对的。还是得得有一个 C 位的人站在这儿，就是说。他得烤一会儿吧，估计。没有开。我来，这他扯吗？扯这个我来。他没看这个锁。哦，那可以，是这样的。那果然这样，一直烤灯就会好啊。这他就会把那个钥匙变化。果然是这样。知道了吧？走吧，走吧。现在出去了哦。可以开了。保护。嗯。鹏鹏，你来开吧。来。我这还有比突然来个人更吓人的吗？你打开是海边，何老师在那儿接你呢。辛苦了，何老师拍着我的肩膀说辛苦了，辛苦了。何老师，